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无上魔鬼的计。雅各书四章十四节，其实明仔日怎样，恁阁毋知影。恁的性命是甚物呢？恁原来是一片云雾，暂时出现，后来就无看见了。有一个真有深意的寓言故事，讲某一个时期，因为地界的人数减少真多，鬼王着急地召集了所有的鬼精来开会，商讨怎样引诱人入地界。现代鬼头先提议讲：“我去甲人类讲，放入你的良心吧，毋免做好事。”因为根本无有天国这代志，鬼王考虑了一马久，觉得无够好，刷来跳皮鬼也提议：我去甲人类讲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唔免惊，根本无地狱这事。鬼王想了想，阁是摇摇头。过了一马久，便是一个闷闷无出声的机灵鬼讲。只要对人类讲，毋免急，过明仔日。鬼王终于拄头，直夸这个计划真正好。弟兄姊妹，因为咱一直拢以为过明仔日，就会有平淡的心，一直伫咱思想忽略了一挂应该做的代志，而错失了一挂机会。想看卖有甚物是你本来应该面对？要克服的事呢？把握今仔日这个时刻，甲未为家己的明仔日来后悔。弟兄姊妹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人的性命本来就是安尼脆弱甲短暂，但是你却予阮希望，会通有永恒丰盛的性命。求天父帮助阮。爱惜阮伫世上短暂的性命，抓紧阮的时间敬拜服侍你。求圣灵提醒阮，毋通上了魔鬼的诡计，搁较毋通找借口，因为有明仔日而荒废光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